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一些议题，让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我们有 YouTube 频道，有 Podcast 频道，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当然也非常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在我们的荧幕上面以及我们在 Podcast 的这个说明栏里头，粉专的说明栏里头都有我们的捐款方式，希望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做更多更深入的讨论，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这个议题哦，大家我可能还是要先说明，我是台湾高等教育工会的这个副理事长。那其实我们一直长期来关注的是高教议题，那为什么要揭露，就是每次当我揭露的时候，就是我们又要谈的是跟高教工会有关的一些议题，所以先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一个背景或者状况，也可以很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判断哦。那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其实这一阵子非常热门的，就是有关于桃园县县长桃园市市长参选人林智坚的这个学历或者是论文是不是有抄袭的问题哦。那我想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出来之后，也许在民调上面会有一些稍微的转变，可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得要等到台大跟中华大学他们所做的这个鉴定出来之后，才可能会有比较客观性的答案。那当然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跟这个不只是学术的问题，也跟政治人物的诚信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今天节目里头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周平周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周老师你好。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灿烂时光。还有会客室，对，会客室哦，好，我是客人，你是客人，对，好，谢谢，谢谢周平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哦。我想也许可以先请周老师先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你对于林智坚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好了。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来描述哈、啊，就是剥洋葱啊，洋葱有很多层啊。那这件事情的核心，照理说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学术伦理上面是否有违背的问题、英文叫做 research misconduct 啊，研究上的不当行为啊。那这是核心啊。这个研究上的不当行为我先说明一下啊，比如说这一次有最大嫌疑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抄袭，抄袭 plagiarism 啊，那这个抄袭呢有很多的标准可以去判断，但是其实misconduct 这种造假的行为啊，除了抄袭之外有一种叫 fabrication 啊，那也有一种叫做篡改啊 falsification 或修饰啊，那这些都会牵涉到学术的不当行为啊。那林智坚的论文到底有没有，当然现在两个大学啊，中华大学跟台大都成立了那个学术伦理审查嘛，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呢目前呢我是存而不论，到底他有没有抄袭啊。那但是呢这件事情放到现有的脉络来看的时候，它就会牵涉到洋葱的第一层，第一层事实上就是台湾的政党对立的攻防，那攻的这一方就是一定要证明用各种各样的论述来证明说他有抄袭。防的这一方呢就力挺他嘛，包括蔡英文也出来力挺。所以力挺跟那个极力的要抹黑，这双方呢都有政治上面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们背后事实上就是权力的竞争。在这种权力的竞争当中用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在过去可能是私德。那最近几年呢成功率比较高的就是论文抄袭，对，所以目前这几年的这个所谓的政党对立选举上面的抹黑呢比较多啊、突然冒出来，就是所谓的论文抄袭或者是造假这样的议题，所以从去年的李梅珍，大概两三年前的，两三年前李梅珍啊，那时候他一直强调我没真抄，我没有真的抄，那个抄写的抄，那大家就说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真抄，就是你有抄，所以这个造成他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他的选票也大大的就是滑落啊，那这一次呢好像就是风水轮流转啊，那所以现在变成执政党要出来力挺一个被
怀疑有抄袭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层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那但是又被忽略掉的，就是政治攻防。所以我自己呢就会很小心，我不希望自己掉到说他有抄还是他没有真抄那这样子的那种政治上面的语言。但是这件事情毕竟还是有一个学术上面的，假设学术的目标是真理的话，那应该还是有一个客观的是非。对，那这个可能在洋葱的里面。那如果说这洋葱还有第二层的话，我们剥开来看第二层，就是那为什么那么多政治人物需要硕士念硕士专班，需要这样的学历。那实质上有对他的学术能力啊分析能力有帮助，事实上我怀疑可能没有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需要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啊。如果说我们从林志坚，事实上他已经当过两任的新竹市市长，我想可能到前几个礼拜大家才知道，原来他是中华大学的硕士毕业。那甚至我想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可能也不太认识他的人可能也不太多，那或者说他可以选上，可能是他本身的政见也好，或者形象也好，或者是包括民进党的一些相关的地方的力量支持也好，这都是他能不能够选上的原因。而他能不能做得好，也会慢慢的是展现他的能力。但是其实跟学历这件事情，我想应该一开始不太有人知道他的学历是什么学校，或是不是那么在意。但是有趣的是，为什么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了，每个人都可以参选了，而学历这件事情好像在这个社会里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特别是参选的一个指标。对，我们也听过一句话啦，就是有人主张说学历无用论能力才重要。但是很奇怪的，虽然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人在乎学历，所以这个值得来考察一下。这个甚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在我们的所谓的现代性当中残留下来某些价值观，比如说传统当中的学而优则仕，寒窗苦读，十年寒窗苦读之后，这个成绩好，所以后来就当状元，状元之后就可以当官，那这种学而优则仕在今天是不是产生了一些雅种？比如说仕而优则学，就是说你成为政治人物，可能刚开始是比较基层的议员啊，地方首长啊，那你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个学历让你镀金？之后你才有可能更上层楼，在台湾似乎是蛮普遍的那不只是这一次林志坚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人物很喜欢拿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其实之前也非常多人被质疑嘛我们刚刚提到的李梅珍还有一些被质疑但是又安全的继续过关的也有嘛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不是学术与政治这两块本来可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他们开始重叠了。那学术上是不是本身也开始堕落了？那政治上是不是本身也开始觉得我的权力可以让我更有这个掌握真理的那种好像扩及到掌握真理能力，我掌握真理能力可以帮助我的权力更大。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学者就是法国的傅科，他谈到知识与权力照理说学术界追求的就是知识，知识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它是开放的，没有预设的。但政治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权力权力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力让我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或是造福人群。这两个它有不同的逻辑但是在台湾的社会文化当中这两个东西好像盘根错节那这里面的学者或者是政治人物也开始盘根错节他们的社交网络可能就甚至于扩及产官学成为一个三位一体一个复合体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我们一般在谈所谓的大学跟这个或是学校好了跟这个政治之间，它应该有某种的分际的存在。这个分际就是例如说大学它可能要去作为一种社会的良心，它可能必须要去监督在政治，那政治还必须要面临到很多的妥协的部分。那当然两者之间也不是一种完全的对立例如说政治可能需要学术上面的协助，而学术的研究也可以对所谓的政府政策提出来一些贡献。可是这种好像慢慢的刚刚谈到，我觉得本来就很难去分开，可是它会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例如说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正好想到一件事，我曾经到某个小学某个中学去演讲那这个演讲其实在中午大概一点多的时候，那通常到那个中小学演讲，然后校长都会来开场嘛然后那个校长来开场的时候是醉醺醺的，
就是他就是刚完喝完酒，然后就来很多的学生的老师的研习呢，然后他就来开场，然后他就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因为我们学校的经费有限，我刚刚去跟某某议员，然后跟某某的长官去喝酒，然后希望吃饭，希望他可以来帮我们多争取一些经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这看虽然讲的是中小学，那大学其实当然有没有喝酒大概我觉得也少不了啦，这种所谓的政商关系，可是有些政学的关系，可是这种有些政学关系比较有趣，例如说在林志坚这个例子，或是很多的包括李梅珍的例子，好了，我们看到有些老师他其实可以指导很多很多的学生，然后又指导这个学生里面有大量的政治人物，那这绝对是跟某种的这种开了某种的门是有关的。当然这不是去否定政治人物的努力求学，或者是这种在他们对知识上面的精进，只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可能是在职专班或是一般的课程当中，其实大学还蛮欢迎蛮希望政治人物来到这个学校来读书的，来进修的齁。这其实反映出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然后这一种状况对于所谓的学术，对于政治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对民主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多层次的问题。嗯，而且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首先就是台湾的教育啊，刚刚提到小学老师校长对不对，所以中小学教育啊，甚至于高等教育的总体的预算啊，在这个相较于 OECD 国家里面，台湾的那个投入的比例是偏低的。对啊，对，那个高教的预算在 OECD 国家相较之下，我们是敬陪末座。嗯啊，只有大概 GDP 一年里面只有 0.39%， 0.39%。嗯，那其他的 OECD 国家都是超过1%的。嗯啊。所以我们是用投入很少，就国家在高教的预算上非常的低，非常低啊，所以甚至于公立学校更不用说私立学校，他们必须要另筹裁员。对，那政府甚至于鼓励公立学校，就是推动所谓的法人化，行政法人化，或者后来叫做自主治理法案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自辟裁员。这其实就是让这个高教呢远离公共化的方向。我们高教工会事实上是希望能够推动的是连私校都要提高公共化的比例。对。但是政府呢态度是甚至于是要让公校提高市场化商品化的比例。嗯。更何况私校。这种情况下资源有限。所以呢学校的主政者就必须是非常政治。嗯。通过非常政治的方式来进行资源连结。跟政治人物，跟地方首长、地方士绅啊，甚至于在招生端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源的开拓，都不免要让他经营关系。那我们的文化里面呢，也非常重视所谓的关系主义。对啊，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所以关系的经营里面，酒精当然就变得很重要啊。所以事实上有非常多台湾社会的研究发现了，台湾的中小企业的经营啊，那现在谈到小学校长啊，对，其实。各行各业的经营里面都不免透过酒精啊、卡拉 OK， 然后就是关系的经营，来让他们这个组织、他们的系统的目标能够达成。所以现在的大学确实在这一方面就是越来越向下沉沦，越来越不是以学术作为它的主要的目标，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获取更多的经费哦，或者获得更多的生源，所以他们必须要跟政治产生某种连结。那政治上面的连结呢也对政治人物有一定的好处嘛。我们说纹身啊，其实学历对很多政治人物来讲就像纹身一样，他身上就多了一些装饰。这些装饰在他在权力的追逐上面是会有加分的效果，或者说最起码没有减分的效果。如果大家都是大学毕业，大家都是硕士，你没有的话啊，你可能会被扣分。很奇怪的就是你念了硕士，写了硕士论文啊，当然如果没有真正的写的话啊，自己有真的抄的话，有真抄的话，那么你的学术能力没有增加，但是至少不会扣分。也许学术没有加分，但是你必须要有。所以就变成我觉得学术跟政治现在就变成是共谋了。
Yeah, 所以你刚刚谈到这种所谓的政学之间的关系，刚刚谈到这个中小学校长喝酒，那可能也是个例外，可是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纯粹的例外，就是它至少反映出学校经费有限，它必须要透过其他的方法来去征集这个所谓的去募款，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争取一些支持。我想大学在这部分可能是更明显，刚刚谈到在整个 OECD 上面的比例是一种差到不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大学怎么样去让自己开辟裁员，特别是在政治关系上面去开辟裁员，或透过政治关系的建立让这裁员更多。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大堆的这种刚政治人物到大学去读书去进修，会不会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裁员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出现对于学术、对于政治、对于民主的影响又会是什么？确实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哈。我们知道之前出问题的李梅珍哈，他是中山大学嘛，对，也算是顶大嘛。那目前有争议的这个林志坚啊，他是台大国发所啊，那这些顶尖大学都需要，为什么他们会有系统性的需要啊？因为这种产学专班啊，或是 EMBA 啊，甚至于有些是所谓的学分班啊，推广教育的学分班的终点费非常非常高啊，这对大学来讲，它是一笔非常非常丰厚的利润啊。那甚至于对于大学当中的一些教授来讲，这些额外的不计入终点啊，不计入他的那个授课时数的，所以他可能在所谓的正常的薪资之外会有非常大的，因为甚至有些产学专班的那个终点费是非常高的，那我听说也有比如说四五千块钱的，对于教授来讲啊，一个终点有那么多钱的，那最起码都是千元以上啊，一般的那个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在学校里面的是没有那么高的终点，所以这个对于学校端的校方跟教师来讲，它是有利可图的啊。更何况这个也可能会是成为生源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的注册率、招生率、学费啊，那个，因为注册率太低的话，这个学校可能也会被停招或者没错。所以这个教育部作为主管机关也可能会带来压力，所以他们就是必须要让账面上注册率好看一点，对。这些是系统性的压力，所以就变成是他们会开拓这个，然后这个开拓呢，也对于那个政治人物来讲，是等于是需求面，供给方就是校方嘛，他们有这个需求嘛，所以供需刚好就 match 到了，所以有很多的政治人物乐于去念，但是这种就是学跟政之间的共谋啊。会出现非常糟糕的风气啊，比如说我实际上也上过这样子的研究所啊，这样子的研究所呢，上课的风气是不好的，因为他们事实上都在职嘛，对，跟其实他们也甚至于政治人物，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他工作真的很多，然后要来写，除了在议会当中之外，他们还要参加红白事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传统嘛。所以他们其实是经常缺课的，那老师呢也会睁一眼闭一眼，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有权利的人嘛，所以老师也不会苛求他们念书啊，甚至于他们可能基本的学术底子也不好，这样的情况下，每一门课都会通过，而且分数还不低啊，那更何况后来必须要写个论文，但台湾现在硕士哈，也有人争议这件事情嘛，是一定要写论文吗？有些国家是有设计啊，那种学术型的硕士，对，一定要写硕士论文。那非学术型的硕士可能不用写，可有些是实作毕业或者写技术或是技术报告，对。但是目前台湾还是因为台湾的高教传统当中哈，曾经硕士是最高的嘛，对很多人来讲是最高，所以他们都会要求还是要有一个学术能力，所以目前硕士论文还是必要的，但是就遇到这些人没有学术能力，但是他还是要通过硕士论文，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假象，抄袭或者是造假或者是代写，这些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学校老师可能也要负比较大的责任吧，就是你还是可以很严格的去做，只是说你敢不敢，或者是有没有压力使得你这个去做这件事情或者不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觉得有时候老师会考虑到说，我如果真的把一个什么县长给当掉，把一个国会议长给当掉，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跟奇妙的画面，所以这许多老师应该心里面都有天人交战可能是第一年嘛年轻老师会有天人交战，后来久了之后也油条了嘛，因为这个一个是权力嘛，会影响老师的判断，
那这个人权力那么大，我要当掉他，代价是什么？另外是利益嘛，你说这个人不来了，我就没有学分费的收入，或学校就没有这个注册率，就少了一个人嘛。出于权力跟利益之间的加权啊，就会使得老师的把关越来越不严格。我认为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有非常多政治人物成为你的学生哈。比如说像那个中华大学的贺立行哈，我现在是不谈他们论文的内容是否真假啊。我是谈他可以指导437个学生，这个是超乎这可能是破世界纪录了啊！那因为你换算他指导的时间，你就知道好像他真的是分身有术，不是分身乏术了啊！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台大国发所的陈明通啊，他也指导了137个啊，那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成为国师？他是不是也会自我想象，我是那么多政治领袖的老师？这个国师本身如果要学而优则仕的话，是不是也是一条高速公路？很快就能够升，比如说他现在就蛮高位的嘛。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心的现象。这其实我就把它称之为到所谓政治门神啊。那不过这个学术里头政治门神不是只有刚刚谈到的在政治人物进修到大学里面进修这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跟大家谈另外一种在学术上面的政治门神。在前几天高教工会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统计了有些这个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从教育部或者其他政府部会退休转任的官员，他们事实上在这里面在所谓的政治关系上面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先休息一下。桃园市长选战，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紧咬民进党林智坚的论文抄袭风波，重申政治人物的诚信比做学问重要。而林智坚也强调，这件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另外，民众党参选人赖香伶今天则是端出了公托政策。至于新竹市长的选举，国民党参选人林根仁和民众党的高虹安也都将炮火对准林智坚的论文争议。桃园市长选举，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紧咬民进党林智坚论文争议，在广播重申政治人物诚信比做学问重要，和林智坚再度隔空交火。他有没有诚信不是关键，关键是在第一，一般的民众心里认为他有没有诚信，更重要的一把尺是林智坚自己对自己诚信有没有信心？已经进到了司法程序哦。那学校的部分呢？两所大学也都发表了声明，绝对会是一个独立公正的方式。张善政和林智坚15号都到龙潭跑行程，但王不见王。由于张善政户籍在龙潭，林智坚参访被解读有拔庄意味。至于民众党赖香伶，则主打公托政策拼支持。公托数啊，未来的调整。还有设置企业托儿的这个成长比例哦，要在我担任市长之后呢，尽快的来加速推动。新竹市长选举，蓝营林根仁炮火对准林智坚论文，批幕僚张立可对中华大学下指导棋。民众党高虹安批林智坚论文争议，会让写过论文的选民有相对剥夺感。张立可是林智坚前市长的心腹，下指导棋这件事到底是雇主心切还是溯命而为？这点请林智坚前市长讲清楚。民进党的候选人对于林智坚前市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论文事件，他必须要表达全面的力挺，这样子的一个论调确实也是让我们会觉得比较匪夷所思。科管局王永壮局长以及我沈惠宏，我们都是挽起袖子做实事的人。那海关高委员却用拜会次数来决定他是否有关心园区或帮园区做事哦。民进党沈惠宏15号也到暑期营队，送防疫物资、口罩、快筛试剂，期许心智生长儿童在暑假也能快乐学习。记者台北、桃园、新竹综合报道。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我们有 YouTube 频道，有 Podcast 频道，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也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访谈。透过灿烂时光，透过公库，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周平，周老师你好。你好，很高兴来到会客室。对，还有灿烂时光。灿烂时光这次把它转过来，不错不错。好，慢慢的你就下一次来就可以念。其实你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对对对，就是一直记不起来我们节目的名称。我一定要把它当作绕口令来练习一下。灿烂时光会客室。吃不得不吐槽皮，这个我会。好，周平老师其实是一个幽默大师、笑话专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南华、其实也不用啦，就参加高教工会的记者会就可以看到这个周老师常常会神来一笔，讲很多幽默风趣的笑话。来南华比较好，就不会滑倒，因为很难滑。好，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接，没关系，我们还是要把节目继续的接下去。刚刚在上一段其实我们谈到了从林智坚的这个论文门的事件来谈这个所谓的在大学里面的政治门上，当然我们并没有特别去谈林智坚论文真跟假，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好判断，因为它其实有一些客观性的标准，其实有没有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反正现在也在经过这个学术伦理的审查，我们就来等这个结果出来再来做相关的讨论哦。不过我想林智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只有在林智坚的身上，在台湾最近这几年这个选举的攻防里面，这个学历抄袭这件事情常常变成是一个攻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方战术的这种方法哦。但是除了看到这件事情背后看到很多的大学大开大门，然后跟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政治门神，哇，他的层级可能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前一阵子高教工会开了一个记者会，其实也不是前一阵子，已经开了好几次类似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台湾的官方特别是教育部有不少的这些退休的或者是甚至可能还没有退休就转职到大学任教的这些前官员们，但他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可是比较有趣的是他不是在那边单纯的教书，他其实也担负起非常多的行政工作，甚至是大学校长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哦。我想先请周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前一阵子开的这个记者会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上一周二有一个记者会谈的是双薪教授。简单讲就是军公教退休在任私校。那他会领到两份薪水，一份就是所谓的月退，一份就是私校的薪水。那他私校如果就担任主管的话，他有主管加级、所以加起来是不少。然后在讨论这个议题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双薪教授里面有一种呢是所谓的学官两期的双薪教授，就是他们曾经是教育部官员的。这个现在也有30多位哦。30多位。对，这个历年来不断的增加。我们事实上在2016年要求就是教育部对这件事情要给个说法。潘文忠当时的教育部长，他后来卸任又回任了嘛。当时他就信誓旦旦的说我们要有一个教育部的组织法来规范这些人如果他在任内5年就是他在卸任前5年他的业务跟这个教育经费的决策有关联的话，那么他卸任后的退休后的3年内不可以到私校担任校长、副校长或者是一级主管的或者是甚至于讲座教授。那这个所谓的信誓旦旦的组织法就跳票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定。所以呢在潘文忠的任内又增加了10多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就有一些对于公务人员的旋转门条款吗？这些旋转条款不适用于这些教授吗？不是适用这些官员吗？对，那个公务员的那种规范呢，旋转门是规范他们进入民营企业、民营事业。OK， 那对于所谓的教育事业呢并没有规范。OK， 那教育部呢当然也知道语法没有规范并不表示它是妥当的。因为这里面还是会牵涉到对价关系嘛。所以教育部是有确实我们可以上网去看教育部2016年的说明，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就是台湾的高教资源常常是建立在竞争型奖补助。对。还有就是评鉴上面的。那竞争型奖补助跟评鉴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是在竞争的时候，游戏规则应该要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嘛。但是如果有很多的门神曾经是高官然后到私校担任门神的话，这个竞争可能就会有权力、有关系、有利益在扭曲这个竞争。所以教育部自己在2016年就说到说这个会影响社会信任。我们在给资源的时候社会到底信不信任我们的公平正当性合法性。
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定这个内规，但这个内规还是属于法律，也是要立法院通过，但是这几年就是不了了之，所以这种所谓的学官两期的教育部高官进入私校的现在有30多位，其中一个大门神，他这个横跨17个学校，那他的我们计算了他的这个这10年来啊，他2012年退休到今年啊，那这十年来他的收入呢，保守估计就有3380万，亿，哎，等一下，应该是3380万啊，亿的话是因为我最近看天文学啊，讲到光年了，对，所以有点混淆了，包括你们也知道我博学多闻嘛哈，那所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阿基师，吴清基，啊，不是那个阿基师，不是厨师，对，他是高教的义工，非常高教的义工，对他自己说的，他是愿做高教的终身义工 ，OK， 所以他是非常多学校，前教育部部长嘛，对，全教育部部长，他现在是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跨7个学校，他是4个学校的那个客座教授，讲座教授，他也有好几个学校，他同时呢也在企业界，的学官产啊，企业界就是台塑，他是独立董事，这是有薪级的，所以事实上这种情况下是不免就让我们怀疑他跨越那么多学校，到底是真的是在贡献他的这个教育热忱，学术热忱，还是这些学校需要他来瞧事情，像吴清清这样的例子多嘛，你刚刚讲到30多位，其他的就是没有跨那么多学校，但是他其实也身兼多职，事实上啊，我们在看这个双星教授，或我们看这些学官两期的这个30多位，如果再考虑其他部会哦，因为跟财经相关的部会也有不少，政务首长后来到私校，比如说比如说国发会主委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呢？现在就在中信金那也有一些牵涉到，比如说中小学管理，中小学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就是大学招生的，这些人也在很多的中小学里面任职，所以这些加起来恐怕不止30位啊。那他们当然会败坏了这种风气嘛，那使得非常多的私校为什么就是努力的挖角呢？我自己的这个服务的学校也有啊，我们的校长，我们的副校长，我们的2位副校长，还有一级主管处长啊，招生相关的处长，他们都有3位是在教育部担任过次长跟司长的职位，还有主秘那逢光大学也有啊，现在的台北政经学院就是清大的台北政经学院也有好几位啊，陈德华那才退休不久而且他在立法院被质询的时候，他还信誓旦旦的说我绝对不会去私校，他现在就在好几个私校台北政经学院他也是担任那个那现在好像叫召集人那所以有非常多学校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中华大学他现在校长也是之前的高教司长，对，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私校真的会需要这些人？因为他们真的很有用，他们会帮忙抢资源，他们帮忙就是作证作证的时候，访评委员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前长官在这边，也许就又会比较客气一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吴清基前部长他会做的就是有一些濒临退场的学校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最近的就是首府大学首府大学今天其实还有新闻宣称他们就是要全面停招，要辅导学生转学那他们在停办的说明会有一张照片我们高教工会有公布当然也是首府的老师们拍的校长坐在中间主持，但事实上全场呢主导整个会议的，而且向师生们说明说我们必须要赶快停招，对老师对同学们来讲利益是最好的，就是吴清基所以他也担任首府大学的董事那明道大学呢之前那个外籍生的这个所谓的丑闻教育部也去进行了所谓的教学品质查核，这吴清基也在场作证他也是那个学校的董事，也都是最近才聘他的所以
处于这个招生困境或者是濒临退场的学校也需要这样的董事、嗯、需要很多经费，需要评鉴顺利通过的也需要这样的董事、嗯、他真的非常懂事。嗯，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有他的专长或者是特别是在学术的贡献、嗯、他到大学里面在任教、嗯、或者是你之前提到的双星、嗯、或是二春教授，这个有什么不好、嗯、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他是担任的行政职务、嗯、那行政职务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些治理的经验，他可能会有一些或者你刚刚谈到这些所谓的人际的关系，知道学校政府的哪些的经费可以去申请、嗯、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所谓竞争型的这种补助嘛，那这对学校来讲也是一种帮助，我们怎么有办法去说他可能就是一个门神，或者是我们怎么有办法就说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当的作为呢？嗯，我这个我首先就想到诶，大学高等教育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嗯啊，那我就想到韦伯啊，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演讲，就是学术作为一种职业。嗯，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其实大学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啊，应该是学术的热忱。你要把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甚至于某种程度是一种学术自由啊、嗯，不受任何政治、权力、利益干扰的追求学术，这样的环境才是大学的本来面目。那为什么现在我们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人物来学校里面、嗯、啊？那就是表示说，大学现在是行政凌驾教学、嗯、行政凌驾学术嘛、嗯、啊，所以大学的主体真正追求学术的应该是教师跟学生嘛、嗯、啊，但是现在大学的主体是这些行政人员啊，所以教育行政就使得政治系统掌握权力的人他能够到学术系统来掌握权力，嗯，他复制一种行政化的一种想象来组织大学，这时候大学的学术一定会被扼杀，嗯，所以对于学术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嗯，更何况竞争型奖补助这种设计一定会让很多学校产生恶性竞争，为得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心态，嗯，所以他们找这些人来也是为达不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手段之一嘛，找这些门神，然后尽量，因为他们很清楚写什么指标啊、什么内容容易通过哦，再更何况这个评审是不是真的能够客观中立啊，这个也是问号嘛、嗯、啊，所以高度行政化，而且建立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这种市场竞争的心态的那种资源的竞争，这些都恶化了，产生了一种很扭曲的系统性的需求，就是我们需要门神，嗯，所以这些人这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说他可能会上下其手或者干嘛，可是他知道怎么去申请，这可能对他来讲是好处，可是没办法，是 know how 人家懂得比较多，他就去他的专业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比较暧昧，例如说在刚刚谈到所谓的竞争型奖补助，我稍微做一下补充，就是大学教育部会有一些专案，然后这个专案事实上除了你去教育部给你一定的固定的这个所谓的经费，学校的经费之外，就是例如说好了，现在可能就是大学社会责任以前可能是5年500亿等等，那大家就会去提案，那提案的时候其实常常会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是一个面试的过程啊，在那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审查委员啊，结果来提案的是你的老师或者之前的教育部的官员，然后他可能拥有很大的权威，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难说诶、欸、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暧昧的，然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效益，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是不清楚的哦。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刚其实周平有稍微点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因为这个系统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角色，这个系统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才会让这个角色是有一些它的空间的存在，所以我们整个系统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竞争型的奖补助是不好的吗，还是说这种刚刚谈到更庞大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这种现象，它又具体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当然有一个国际的背景啊、嗯、就是在美国的雷根总统主政的时候，或者是英国柴契尔夫人主政的时候，就推动所谓的新管理主义。嗯，新管理主义就是大量的让国营事业民营化。啊，那个民营化的整个心态呢，沿用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嗯，当然也包括台湾了哈、啊，就是他们开始也用这种新管理主义的心态来把政府的资源给民营化，或者是外包啊，透过这种就是计划型的方式啊，让你去竞争，然后政府呢就变成远端操控，它不直接介入，但是远端操控。嗯，然后远端操控的情况之下，他给你资源，但是你必须要让他有一个所谓的课责嘛，课责就需要指标嘛，这个指标就变成所谓的 KPI 这种东西嘛、嗯、那 KPI 呢就
越来越强调客观的数字，而客观的数字就有可能让人呢就重数字而轻内容，所以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更何况那个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啊，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潮流啊，进入台湾之后它产生一种扭曲啊，所以这种管理主义的那种强调效率啊，工具理性的效率，然后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那种市场的那种利益最大化，有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这种市场竞争的心态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有一个我们的文化里面很不好的一个元素，它在某些时候不一定是不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不好的，就是阳奉阴违的这样子的一种文化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啊，所以那种效率管理跟那个所谓的市场竞争跟阳奉阴违啊，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台湾大概是也是特有的一种具有文化特色又有国际政经形势的这种特有的怪兽啊，就是今天的高教系统性的扭曲。我觉得这其实还要再加上两个，一个是桥的文化跟关系文化，没错。所以这其实刚刚的分析很有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全球化，但它其实又非常的在地性，然后是一个架构性的，但是又是一个人的关系在里面，突然在里面各式各样的搅和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导致了我们刚刚看到了两种的政治门生，一个是大量的这个政治人物到大学里面进修，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进修绝对是好事，可是当这个进修变成是某种的关系的建立，纯粹的关系建立或是换取更多的利益，它可能对学术可能会产生一种伤害。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这种所谓的高教上面的这些比较大咖的这个部长级的师长级的到大学里面转任这种高级的一级主管高级的行政人员甚至大学校长的这种情况。我最后想要再请这个周平帮我做简单的结论，你这两种的政治门神如果一直都存在，你觉得台湾的高等教育或是整体的教育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先回答你刚刚有提到的进修，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是非常好的精神。但是当产学专班或者是这种学分班啊 ,EMBA 是非常昂贵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种地位型商品。对，地位型商品呢就是要付得起的人嘛，或者是他另有所图的人啊，比如说在权力上面政治位阶上面有所图的人。所以他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让所有想要进修的人都去念，甚至他连进修女中都去不了，对不对？所以贫穷的人他想要终身学习，但是学分费那么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整套产学专班恐怕也不是真正的进修啊，对那些阶级可能在家庭地位所得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人，他要进修的机会其实会受到钱的限制了。确实是，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高的门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改这个制度应该改成有些国家是这样子的，它没有所谓的产学专班跟一般生这样的区别它只有两种区别，一种叫做 full time student 就全时学生嘛一种叫 part time student 就是部分时数的学生，让他可以慢慢念这种情况下老师也不会想要赚额外的，因为你都一样，对，开课就是有一个终点的限制嘛也不会让老师就是疲于奔命对，所以现有的这种制度设计其实就有很这都是漏洞现有的这种漏洞当然就会让很多的所谓的权力掌握政治上面掌握权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跟学术这个学术呢如果是有所谓的追求学术的内容那还好，但是学术界有很多都是重形式的嘛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就会让这些权力有权力者能够追求学术的形式包装在他身上，对，让他可以更上层楼。这个对于台湾的政治，对于民主社会中我们选择一个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人来代表我们来讲，我们会对他失去信任，因为合法性正当性是民主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的来源，而这个权力来源如果我们发现他论文就是学术上的抄手有问题，我们发现他在欺骗，因为抄袭就是欺骗造假也是欺骗，伪装也是欺骗请人代写也是欺骗，那这样的政治人物对于民主会有伤害对，因为一个人要表里一致而且前后一致，如果他在学术界是这样做，那他在政治上面是不是也可能会上下其手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所谓的民主文化的伤害是很大的那高教本身有很多不学无术
尸位素餐的官员到大学当中，这个当然伤害更大啊。这是台湾高等教育哈、啊，会培养出一种很喜欢长老政治或者是关系经营的习气，对于真正的所谓的学术的进步啊，真正的就是所谓的知识的探讨或者原创性的开发，台湾的高等教育可能会忘掉这些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除非我们要根除这两种门神，不然的话很难让台湾的民主文化或者是整个高教的所谓的向上提升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前景。我想这是很重要，就是学术不能说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因为不存在这种事情，只是说学术跟政治上面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不管是在刚刚谈到的第一类的这种门神或第一类门神当中，事实上这两种类型对台湾的学术甚至是民主政治都是非常严重的伤害。今天非常谢谢周平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讨论，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我们下次再会，拜拜拜拜。